陛下、一つ申し上げておきたいことが。農作の労働力の不足のため糧秣は欠乏、国内では国民に渡る米は二文目にも満たず、目下の国力では皇軍進軍を支える支援はできかねる状況にあります。満州の食料はどうなんだ。満州を征服したのはこのためではなかったのか。品事変以来、先行は輝かしくも大都市を占領したにとどまり、広大な農村では当地と呼べるものは確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また中共からは間断なく抗日連合軍により破壊と干渉が続き、すでに満州にて獲得せり食料に資源は全て皇軍侵攻に充てられております。調査を攻めきれれば中継政府に大打撃となり、品事変も解決へと向かいましょう。そうなれば中国の米も資源も全て我が国のもの、軍へも現地調達で賄えましょう。陛下、その食料を現地で調達するという戦略をもって当面は中国に一つの中央政権を立ち上げることを急ぎ、同時に地方の農村部を有効に統治する計画であります。陛下、政権確立の女性なら中継政府も選択肢に入れられましょう。支那征服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に下げられし神聖な使命である。目下の自国を鑑み、我々はここに支那事変首里要綱を据えて、機銃の促しを主に軍事行為は二の次。支那事変の一刻も早い解決を望む。赵明兄，今天只有你我二人，这话出你口入我耳，你尽可畅所欲言。介公，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当年我也曾上北京行刺清廷的摄政王，可今天你我都身负重任，不再是一介匹夫。我是熟愁良久才来向你进言。请讲。介公，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介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介公，我的意思是，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作列祖列宗在膜拜吗？介公，请听我说。你听我说，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介公，
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 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你怎么了？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 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赵明，你怎么了？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 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右蒋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 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好，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那老蒋给你一翻脸。 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汪工，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道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卫国生涯。校长。 汪精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他汪兆铭，还是当了秦桧。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 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委座。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是。这个汪宁。
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是。 中堅政府がなしけずれたそうだ。<笑>シラクにとって王政に影響力がないことは残念ではあります。これで後に続く者が出てくる。多くの主翼人将校たちが徒歩を押し始めるだろう。蒋介石も自分の前途を考え態度を変えてくるはずだ。はい、お伺いします。閣下は蒋介石が第二の王政になると、 態度を変えなければ再び痛い目に遭わせるまでだ。奴の幸福との繋がりを消し去れば、要求を拒否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はず。調査の敵が当面我々の目標だ。<笑>まさにアメとムチ。これぞ古代より伝わる王道。はい、司令官殿、国民政府の要人が逃亡したことを我々はうまく利用できるのでは。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在场，也伸不到这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好。 魏座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感到非常震怒。你进去以后要好好说啊，请。校长，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点什么好呢？ 学生治罪，学生治罪，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学生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 还是缺美金呢？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校长，我一定再做安排，释出汪逆。此事从长计议吧。 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 此贼不灭，天下不宁。中国政府的二号人物，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让中国军民相信，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 别别别！好干啊，兄弟们！哎，走嘞！
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哎，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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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
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儿被浇了盆冷水，要想办法遏制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进言。哎，主任，薛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哎，报告，进来。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他又来了。不见。是。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谢谢。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长沙以北的金井。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薛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个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我一向不听信谣言。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委座已经发表公开声明，与汪逆划清界限了。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接着说。薛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薛长官，这话说得好，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薛将军，
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您，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说，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不行，委员长严禁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好吧，将军，没准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何副官，到。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不希望。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是。哎，你看，别抢啊！参谋长。大家快来看报纸，我一张，快来看报纸啊！给我一张，给我一份。声讨汪逆，赵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振而戈矛，扑杀此辽，遏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有。打出中国，打出中国。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呐。这样有必死之心，是无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你以为委座让咱们读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美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党高粱。
们就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打败日寇！打败日寇！还我河山！还我河山！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黄立功，20岁。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张铁军，21。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黄建业，23。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王三牙，18岁。去吧。叫什么名字？起。有。向卡齐。切克。起步走。请左转。起步走。谢谢啊。是我的。老乡坦捐现金50000块。谢谢谢谢。是我的吧。哎呀，大败日寇。谢谢啊。好。向木海捐现金50000块。手势往这边来。谢谢啊。刘洋河捐现金10万块。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吕小姐。周大姐。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谢谢您啊。薛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好，走吧。骗泽国了啊，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谁组织的？你看彭主任，彭主任，哎，薛长官，薛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就
叫什么名字？去，赵启柱。是叫什么名字？长官，我带我儿子来参军。18岁。叫什么名字？马维元。多大了？16。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李班长，够！给他掰掰手腕。是。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那行，我让你三枪。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大姐啊。哦，长官，对不起。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你小子不错。得罪了大哥。走，登记去吧。啊，好。来来，排队了，排队了。都站好了，站好了。长官，我也要参军。你？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好，你去吧。是，向前看。走吧。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长官，你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中学教师。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他办理入伍手续。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大姐，登记吧。哦。这个掩体谁挖的？团长，这是我挖的。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比。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报告，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好，连长，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的？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报告长官，我叫马维元。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马家拳术是，来一段看看。是。嘿，嘿，嘿，
伙子，不错，留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是。走，跟我去领工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两年前我就预想过，中国的抗战必须坚持到欧战爆发。现在，这个预想终于实现了。从此开始，中国不再是孤立的战场，中国问题也将同世界问题一起解决。报告，宮殿です。呼べ。命令、大長岡村司令官は。時期を見て調査の敵軍を攻撃せよ。この目的は、シナ軍に多大なる攻撃を与え、重慶政府の戦闘意識の喪失である。第106師団に南昌攻撃を命令する。はい。各位。敌军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薛长官，我有一个疑问。你说。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没有。请薛长官下令。参谋长。是。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部到。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七师、五十八师。第七十九军之七十六师、第九十八师、第幺幺八师、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和预备第二师，坚守赣北，阻击敌幺零六师团。是。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部，二十军之幺三三师、幺三四师、第七十军之十九师、幺零七师坚守鄂南。是。
一会儿啊，我们十户为一组，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给鬼子留下，出了城就往山里走，好吧？相互照顾着啊。好，走，走，走。来，你拿着。更好。走，大家跟上啊！山脚底下。行，跟起来，跟起来。小黄，哎，小姐，什么事儿？小黄，你快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口的车上去。小兰，干什么去啊？爹，咱们得撤出城，进山里。我不走。爹，我就待在城里边。爹，我不走。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我不走。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我不走。